不是，首先我们斯文一点，不要说泡妞，我们说有意向的对方，是这样吗？伴侣，对吧？买靠了 ，Henry 做专访啊，什么时候？哎，我无所谓，我干干净净。他什么时候做的？哦 ，Henry， 私下接活。你知道我昨天在下面游泳，对，我真的到最下面了，不好意思跑题了。嗨，早报，我是王嘉尔 Jackson。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做的嘛，那我做的我肯定把我自己私心放进去，所以就放进去，应该那不我不可能放在 Pumpkin 上面，也不可能放在 Spooky， 我就哎怎么去比较 soft 一点放进去，那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走廊有画，那就放进去。那其实 comic 里面也是这个故事，对，没有啊，大人也看看漫画，对，不是小孩子，只是小孩看嘛。但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漫画，是因为万圣节一直以来对我来说小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深入印象，就给我很大影响的一个东西。从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每一年的万圣节我都会跟 Henry 两个人去海洋公园，因为那边有也是 Haunted House， 对，他们就玩这个，排队排三四个小时，然后就去玩了，对啊，每年。然后再加上我又是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卡通片的，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想做一些，那刚好两个拼在一起，那我就觉得那做吧。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听闻 design 做的所有东西，其实不是真的是为了生意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哦要怎么样哦。Finance 那边啊，什么到时候 IPO 啊等等，我们不懂的，我们两个小屁还怎么懂这些？我们其实只是为了我们做我们想看的就好了。那可能做到有一天做不下去，那就做不下去，面对事实。对，能做的时候当然多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我是负责目前跟制作内容方向。这些是我比较有信心的，他可能做就是 back end 整个 engine， 他是怎么样去，当然运作啊管理啊等等这些是更是他的强项吧。因为我是不懂怎么做生意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你看，你就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不懂都是要交学费的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遇到一些问题，你肯定要撞了才知道哦，不行。所以 I'm not very good at business， 真的非常弱。所以就是刚好他上来补上那个位置。不是，首先我们斯文一点，不要说泡妞，我们说有意向的对方，是这样吗？伴侣，对吧？买靠了，对，是。跟我们的 date 去 Ocean Park 了，对啊，那不是我也是人，不谁不是人，谁没有这个，对吧？去泰国那一次，清迈，对，很一次，因为我把人家的床跳烂了。Henry never gets in trouble， 他都是就快要出事之前，他先溜走了。对，每次都是我，对，对，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只是就是我跟他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结拜兄弟。没有，我只是觉得在那一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就是经历了社会，这里经历了人性是什么，经历了现实是什么，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以那我经历了这么多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 recover， 我肯定是要康复的嘛，对吧？我要回到我本来正常的运作的状态的嘛。那我就用了一年时间休息，同时沉淀，把我自己状态调回来。也不是说这个位置不位置吧，我觉得每一个行业你其实都难的，其实到最后就看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嘛，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所以你说这个就看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了，你不同角度看的话都不一样。
对啊，你说这个世界很好，那也可以很好啊。但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现实，人性怎么是这样的，那你也可以这样觉得。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了，只是我这几年我看清了很多东西而已。对啊，他说为了女儿才要努力，这样吗？还没岂有此理，这 It's just for the dream, right?哎，早安早报，我是早安，大家好。哦，大家好，来，我希望这是早报吗？早报 right， 我希望早报可以给每个人工资加5倍啊，对。